玉里正明广场举办芒果节的活动，由于正值芒果产季，现场也集结了很多务农的乡亲朋友。为了守护民众辛苦得来的心血，玉里警分局的分局长林俊廷，他也指示玉里的员警们能够前往现场宣导，让民众免于受骗受害的风险。玉里正明广场举办芒果节活动，由于正值芒果产季，现场也集结许多务农的乡亲朋友，为守护民众辛苦得来心血，分局长林俊廷指示玉里玻璃市前往现场宣导，让民众免于受骗受害的风险。玉里分局长林俊廷特别提及，为了让南区三个乡镇民众都能够安居乐业，玉里分局将持续针对各项集会时机广为宣导，拉近警察与民众的距离，也保障民众生命、身体、财产的安全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